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。出席委员45人，已足法定人数。现在开会，先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请议事人员宣读。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时间108年1月2日星期三上午9时30分，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。决定事项一，请各党团于1月3日星期四下午6时前，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提案送至财政委员会会诊；二，财政委员会收案后，交各该委员会整理复印相关提案后，于1月4日星期五上午9时提供各党团及相关部门参考；三，请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，落实沟通，并于1月7日星期一下午20:30协商之进行。当日下午20:30进行协商前，各党团如有必要时，仍得酌予提案送财委会会诊。四，各党团原则同意1月9日星期三院会进行处理上开预算案。主持人苏嘉全、蔡其昌，协商代表柯建明、李俊毅、郑运鹏、江启臣、曾明宗、吴志扬、李鸿钧、黄国昌、周成秀霞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？无异。通过。108年1月2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经决定如下：一，请各党团于1月3日星期四下午6时前，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提案送至财政委员会会诊；二，财政委员会收案后，交各该委员会整理复印相关提案后，于1月4日星期五上午9时提供各党团及相关部门参考。三，请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，落实沟通，必立1月7日星期一下午20:30协商之进行。当日下午20:30进行协商前，各党团如有必要时，仍得酌予提案送财委会会诊。四，各党团原则同意1月9日星期三院会进行处理上开预算案。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，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。本案经第六会期第15次会议决议，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，协商后再行处理。报告院会，本案业经本日上午协商，已经后置结论，定于1月7日下午20:30继续进行协商，做以下决议，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。报院会，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，现在休息。